猴子们，你们快看，我发现了什么？稀有的啾啾，九只鹿。我说之前我怎么总找不到稀有啾啾呢？原来是藏在了古伦木营地了呀，而且还得通关古伦木营地才行。还好通关之后没有着急离开，要不然不是直接错过了一个稀有啾啾吗？